有一次我们到屏东去做一场秀，你知道那个是算是比较乡下偏远的，你还记得啊？那是一个夜市，就是这样暗暗的，没几间店了就对了、然后呢，我们啊，我是主持人啊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今天这不简单，来到咱屏东，你知道吗？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苏佩已经的隔壁一间卖千拖啊，那个鞋啊，哇，也可以买，买了二十几双啊，他说啊，好便宜哦，买回去送人都值得。水的小姑娘生济嘛真古锥，当然真古锥。樱桃的小嘴阁真会讲话，迷人的乌秀目睭活灵灵，活灵灵哦。姑娘，我想要请你看电影、饮咖啡。哎呦，真歹势呢。啊，你免歹势，你免歹势。是一只狐狸，狐狸是唔难。啊，所以他来唱伊的主题曲啦。狐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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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狐狸心灰灰。哎，别，我别讲啊。没有。咱今日选这条水果，你要意思，意思就是讲唱伊的人同款，吹细细吼，啊，佫真好讲话哦。啊，有迄狐狸就是哦，吹尖尖吼，啊，头壳介大粒哦，啊，去个什么土山哦，拢是话看卖一个。对啦，伊是水果那狐狸真是有影嘞，真好讲高呢。不，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很有智慧啦。有呢。去到哪里就知道呢？哪里可以赚钱？今天已经在给咱教啊啦，这叫狐狸吼。台视群星为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苏佩。那南风吹来清凉。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里满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，夜来香，夜来香。来宾叶来香，好，叶来香的主唱人苏佩小姐，是啊，我想说唱这首歌就会改成那个歌名的头一个字，为什么？他叶爱玲嘛，对对，的叶来香。但是呢，话说回来，不管呢是哪个年代的漂亮的美女，她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什么目标 ？Shopping。哦耶。Oh, I love shopping. OK,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名字取得很好了，我们之前就有讲过了，对不对？叶爱玲嘛，叶爱买，哎，没，不是不是，那个 shopping 有没有 shopping？ 耶，yeah! 耶、yeah! ，那都爱拎着很多那些名牌，有没有？对，有爱玲，哇，满街上都拎着名牌，有没有？哎，啊，这个你看看，买淑女我配，哦，哎哟，所以他也超爱买，买淑女我就配，要淑配，淑配啊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不是，这第一名在这里。女生买东西啊，是一定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跟你讲，男生也很会买，他那是有教无类啊，有买无类哦。怎么说？有一次呢，我们好像不买就哭了。哎，有一次我们到屏东去做一场秀，你知道那个是算是比较乡下偏远的，你还记得啊？那是一个夜市，就是这样暗暗的，没几间店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啊，我是主持人啊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今天这不简单，来到咱屏东，你知道吗？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苏佩已经的隔壁
一间卖千拖鞋的鞋啊，有无？也可以买。买了20几双啊，他说啊，好便宜哦，买回去送人都值得。真的？你怎么这么爱买？怎么？哎，你很恐怖。不是，你知道到了一个地方，我想说下一次不见得会再来这个地方。你夜市没有其他，你都可以买哦。啊，你这第一名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我很爱逛街。是是，我他的这种丰功伟业，只要我有跟他出门过，我就知道那种了冲劲。那种企图，有那种市场的好朋友。以前我们还到那个 LA 去的时候，哎，对，这头下车的去做秀的时候，那个算是导游还在讲说这边附近怎么样，我已经买起来了，他已经买起来了，还可以买那个隐形眼镜，什么洗那个水啊什么的，乱买就对了，那比台湾便宜，那个时候就买很多洗发精啊。结果行李超重了，哎呀，他每次都这样子。哎，怎么以前我们出国那么土啊？还买那个洗发精，然后还有买那个维他命丸，对，买到后来维他命 C 啦，维他命 E 啦，买回去之后其实根本都吃不完，到后来都丢掉。对啊，我也是啊，过期就坏掉就丢掉了。更厉害的，我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因为我叔叔呢以前出国比较麻烦嘛，然后我叔叔呢出国之后回来就买了2块香皂。哦，日本的哦，我妈讲哦，这日本杀文，这唔通欧白色哦，哈，他就把它放得好好的，突然有一天打开，那个肥皂变成100多块的小肥皂，都干裂掉了，都裂掉了，哎，放那么多呢？可是我们收集这个最起码还有点价值，对呀，你收集的石头，哎，对，好奇怪，那石头没价值，而且你知道石头说它没价值，他又买好贵哦，好奇怪哦，哦，到最后卖得掉吗？到最后引起家庭革命，连李子都不吃了，对，就有人买石头卖到老婆已经发火了，就是，哎，你真的你在石头上面花了多少钱啊？哎呦，这样算一算，他的家当都卖掉了，就是为了要买那个石头，所以你晚上抱着石头睡觉。那其实呢，石头呢一开始是我们自己很有兴趣，慢慢去捡回来之后呢，发现它的美感真的很好，那捡就好啦。但是呢，没有办法每次都捡啊，只要买的。对啊，有时候去别人家里看到，哇。你们家这座山比我们家那一座还雄伟，哇！就是想把它请回去，所以呢，我写了一句很好的，我说千山万水的问道啊，千军万马出来造啊，红岸天下江阿中，俏侃人间浪九涛。好，好厉害啊！哎呀呀呀！其实呢，千山万水不是，这是改一下，那我改一下哎，哎，外面人家那怎么把它写了？搞了，哎，鬼水莫瞧人，怪怪的。哎，不是，我觉得你是不是被下降头了？那石头精上身，我跟你讲，看到石头就疯了。这样，我就有一个朋友买一个石头，50万呢。嗯，多少？50万是什么样的石头？就很大的石头，他要造景用的，就放在他们的花园那种。小姐，你们看过小小的一颗石头200万的？哎呦，你那个50万还可以放在花园里面？还有那种一克拉的叫50万？可是我说的是真的，就是石头。你说的是玉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说的是石头，不是吗？哇，那个是很棒的石头。我就是不要跟他讲，这人讲不懂的。所以我们买一个包包，买一个鞋算是什么？对啊对啊，你买一个石头就可以花200万，拜托。我们包包漂亮，可以拎出去，你不会绑一个石头出去吗？对不对？房子也不要了。哎，谁说石头不能带出门呢？真的吗？你看吧，那是玉啦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够狼收集钻石，钻石才有价值嘛。伊丽莎白泰勒，对对，开玩笑，已经有钱到可以收集钻石。用收集的呢，而且呢，他听说到人家是衣柜，你知道吗？他是钻石柜，有没有？哇，全部抽出来一盘，打开来，哦，大大小小5克拉的全部在这边，火油钻的在这边，推进去拉出来了20克拉的，哇，哎呦，哎呀，人家说钻石很久远，一颗永流传，一颗其实就够了。可是我就觉得钻石很昂贵，一颗流眼泪。说呢？对呀，啊，真的好贵，买不下去哦。啊，那个伊美代啊，菲律宾总统，啊，鞋子。哎呀，公看古鲁清香哈，已经可以开了博物馆了，就是可以让人家去参观。哎，收集这个也是要有本钱的耶，就是一定要有钱的。我们只好买石头了。朱佩，你收集什么？我收集，其实收集很多东西，嗯，我乱收集。而且我一阵子都会换一样东西，像拖鞋啊，夜市的拖鞋。没有，那个是买来送朋友啦。我会收集手表。哦，我的手表好多，而且都是那种从贵的到便宜的都有。古董表，有些对，有些人特别喜欢古董表。对啊，那个几十好几十年、几百年的。古董表一颗要好几千万呢，好一点的。哎呦，我哪有本钱买那种古董表？如果没有很多钱的，大概几万块，几万块的啦，还可以啦，对，十几万的那种还可以啦，不要浪费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收集，因为呢，没有兴趣的人啊，听说很容易自杀。
哦，对对对，因为他的情感用完了之后呢，不晓得要找什么东西来寄托这样子。对，我们咱是在台北嘛，如果讲要找这个感觉呢，嘛都要去一个呢，这个张树林头这种角度呢，足水的所在才有迄个气味。对，所以讲哦，听好的歌，感受好迄个感受，然后呢，让你的人生更加水安尼啦。对呀、啊，来唱一下淡水暮色。好，淡水暮色，来一起来欣赏。Yo.